不好意思，请问可以加你联络方式吗？可以啊，这是我的脸书。Yes， 我跟婷婷是朋友了。请问可以加你联络方式吗？可以啊，这是我的脸书。脸书？你给了他什么？脸书。哈哈，你还真是坏心呢。陌生人来搭讪就加 LINE， 点头之交加脸书，脸书不发文只是个幌子。普通朋友可以加 IG， 洋葱只是以后不会再见面的肥宅，但还是有共同好友，因此给他脸书正好。但只有像小美这样跟我这么好的朋友才可以加我的真 IG。 哇，感觉好窝心，我们永远是好闺蜜哦。哼，婷婷原来把我当成她最上级的朋友，可惜对我来说最亲密的朋友可以获得我的抖音账号，而你在我心目中还没到达这个 level。 走吧。嗯，其实我还有个真 IG 账号，只有跟我极亲密的真闺蜜才知道。小美，你还没到达这个境界呢。哼，虽然我早就搜寻到婷婷的真 IG 了，但直接按追踪是行不通的。总有一天，我会让你亲自开口，亲自给我你的真 IG， 一层层。